啊，咱顶边有做伙分享家己即个十条诫的每一个条文啦吼。那么，咱来通讲是到即个十七节吼，二十章的十七节来做一个结束，就是十条诫的条文吼，伫遮来做结束。那么，伊第十八节继续甲咱讲吼，讲正百姓看见，讲有看见雷弹、细呐、核桃的声。山顶青烟就拢噼噼出，摇摇出吼，哼哼得徛。对摩西讲，求你甲阮讲话，阮就要听；唔通予上帝甲阮讲话，恐惊阮就会来死。摩西对百姓讲，唔免惊，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恁，予恁时常敬畏伊，无抵到犯罪，犯罪。所以百姓哼哼徛伫。摩西就跟上帝所伫的黑暗中，好。啊，所以继续伫描写讲安尼吼，啊，上帝伫遐咧颁布这十条诫，啊，这可能敢若摩西听有尔，村的人听到拢是啥物？起起叫安尼啦吼，啊，变变叫安尼吼，啊，像今仔日安尼，5-6点遐开始安尼起雷起，一直起一直起吼。啊，讲来讲去啊，就敢若像你听到迄款声呢吼，你嘛毋知迄啥物意思呢吼。迄雷的声敢无意思？哎，嘛无啥物意思。啊，都听听咧，有人开始摇，吼，无顺着就摇讲吼，啊，即声若吼去乒乒叫的时阵，下暗拄啊，大家拢休困安尼。吼，迄一个雷弹落去吼，哎，各自解读啦吼，也是吼。啊，就当听无嘛吼，迄声到底啥物都听无，所以呢，伊讲正八时看，我敢若听看迄个雷在弹，死呐，见见叫山崩地裂，佫会呛烟吼。啊，咱若看到迄个爱紧走吼，通常看到迄个爱紧走啦吼。诶，即马台北吼，诶，迄个大屯山迄个所在吼，因在讲迄个火山还佫活的啦。呵呵嘿，啊，当时要崩嘛，毋知影吼。啊，来住伫附近的人呐，较咩醒的吼。啊，看到咧青烟吼，就小可脚底海抹油安尼吼，嘿。安尼吼，嘿，啊，伊大屯山遐讲脚，安怎讲？大屯山迄个所在，敢若讲，敢若脚，确实还阁会震动的啦吼，还阁挖地火山啦吼。嘿，无啦，应该拢有一挂前兆啦，迄火山要爆发，拢有一挂前兆，袂向阳崩啦吼。哎，拢应该有一挂前兆吼。哎，有的是讲迄个火山灰安尼一直呛一直呛，安尼喷足济迄个灰出来啦吼。啊，有的先呛烟，啊，有的先安尼，嗯，叫叮当一下安尼吼。都哈？应该拢会有前兆。对啦，拢会有前兆啦。迄香港来较少啦。台北迄种直接。嘿啦，迄一届来拢死了了，大家拢变化石，迄款来较少嘿。哦，像一届。像去年啊，昨年吼，迄海外伊迄个大岛遐，就是火山底下咧崩，啊，迄个岩浆拢流出来嘛吼，迄个有人坐船啊去咧看岩浆，呵呵呵呵呵呵，啊，迄个台湾人变笑吼，台湾人1996年的时吼，1996年的时，啊阿强的伫咱咱台湾要选总统，第一遍面要选总统的时啊，阿强的飞弹去，就甲咱弹无吼，迄阿飞啊讲，迄叫做空包弹哩吼。啊，迄个时阵吼，台湾头吼来一只航空母舰，台湾尾来一只航空母舰啦，美军派来吼，两只航空母舰。印度当时台湾有迄款迄落呢海钓船吼，印度当时也无迄个游艇，干有海钓船。迄招人客吼，讲要出去看大船放尿呢吼，唔捌看过航空母舰吼，印度当时拢招真侪人出去吼，拢去啊创啊，讲要去看大船放尿啦吼，唔捌看过大船放尿，嗯。哎，嘛真奇怪吼！哎，人吼叫做什么好闲吼？大行话讲叫做好闲啊吼！啊，唔捌看过吼，把握机会进去看。就是吼，看了看无，真像啥物？百姓讲徛伫遐咧看，无讲上帝到底要创啥物？讲惊啊啦，惊到甲摩西讲吼，摩西啊，你甲阮讲就好吼，莫互上帝甲阮讲啦吼。那上帝甲阮讲安怎？温害啦吼，嘿！啊，所以咱敢有安尼敢咱？咱有当时咧做礼拜，讲吼，咱要来听上帝的声吼，够有影。
一定要，伊讲上帝来甲阮讲吼，我安怎，我行了会死吼。所以这个故事内底咧记载这个上帝吼，袂当看到伊的面，啊袂当看到伊的影，敢看到伊的影光吼，啊安怎讲，伤过活去安怎，就会死吼。啊，所以这个上帝敢那足神圣的吼。啊，这个摩西甲伊讲，唔免惊啦吼，上帝的临在吼，是要创啊？要试验恁，啊，什么叫试验恁？看恁有乖乖听话无？敢是？哦，看恁有乖乖听话无？哈，看恁是毋是常常敬畏伊啦？哈，哦，恁无地搞犯罪哈？哎，啊是吼，所以摩百姓都远远徛地，都是摩西较勇敢哈。摩西讲安怎？就我跟上帝所在的黑暗的中间，啊，上帝那住伫黑暗中哈。咱毋是拢讲上帝住伫光明中，啊，若上帝住伫黑暗中啊？啊，上帝迄个所在是安尼黑暗啊，伊个是黑暗，迄个暗吼是足暗的暗啦吼。嘿，那用即款咧描写吼，读个时啊，感觉怪怪。啊！本地上帝堂啊，国小院，伊到即阵怎变？怎变做堂堂的变较壮？壮的，嗯。对，其实吼，对出来集体开始，上帝甲人的距离就壮啊。伊要来救以色列人，伊嘛是爱透过啥物人？摩西甲阿伦，对不？伊讲我要落来吼，我要落来，要来救因。发你这个做奴才，地总是伊嘛是爱透过摩西甲阿伦的吼，敢是嘛都爱阿伦甲摩西行去关下去啊，头壳动一下，安尼迄个白沙加草才会飞出来吼。吼啊，所以迄上帝甲人的距离，伫出埃及记就足远啊啦，上帝无直接甲人伫直接的吼，嘿，迄个上帝迄个神性足悬的吼啊，所以咱讲无啦吼啊，甲。都是问题，是讲哪会踮伫上帝，哪会踮伫黑暗的中间嘿？哦，迄个上帝安尼讲，伊讲惊瓦去啊，迄黑暗暗的嘿，都惊入去伫黑暗的内面哦。诶、欸，这个描写真趣味呢吼，嘿、哦欸。所以，迄个上帝是出埃及记内底，这个上帝足恐怖的，敢是？哦，无亲像咱迄、那个。咱咧伫福音书内底咧看迄个耶稣吼，当作爱做迄个譬如讲啥物，迄个上帝那亲像老爸安尼，敢是吼？迄个叫做啥物龙主的譬如嘛吼，哎那像老爸安尼。哎，啊这唔是呢吼，出来基督内底上帝，佫无亲像创世纪内底上帝安怎？哎，敢那像迄个列祖的好朋友安尼，敢是吼？啊，差不多时啊就走落安怎？甲因见面讲话安尼吼，嘿，啊显现伫因的面前，这无呢？这那显现出来，上帝那降临的时阵是安怎？天摇地动，对无吼？啊，冰冰冰冰安尼吼，啊，大家拢沙无脏，干阿摩西沙无尔吼。啊，这个所在所描写出来，这个上帝吼，哦，足歹接近的呢，吼，足歹接近的。啊，伊甲咱讲是要怎啊？讲，互恁会敬畏伊吼，无地搞犯罪啦。嗯，嘿嘿嘿。敬，无敬，诶，应该讲敬畏甲无敬畏甲犯罪，不一定有。无啦，敬畏甲无敬畏，不一定会犯罪啊。无啦，你若会惊，你就唔敢乌白来做啊。啊，无惊嘛，不一定。无影咧，咱讲。嘿，拢先低先低牙早先见不好，对吧？可怜还是可怜？嗯，到底爱的教育还是爱铁的纪律啦？嗯，过一行较好。因材施教。因材施教。你想讲，你若去做兵的时候，恁迄班教育班长若对恁足好的，敢有人去甲心动？无，伊就讲好，给你们方便，你们叫当随便嘛，对吧？人就是安尼，啊不是，吼、哦，安尼啊，一日教班长就足怕的，你拢唔敢介绍，你乖乖啊做，喊一声就进去做啊。啊，到底是应该是过一种的教育方式较有效？
啊，你面对遐对象，你若知影伊爱用啥物方法？安尼啊，啊，毋过出来记的即个所在就是讲，互你会惊敬畏上帝，讲互你会惊上帝嘛吼。啊，然后安怎？然后无地搞犯罪吼，无地搞犯罪嘿。所以，如果加上即个挂号，挂号嘛，嗯，换成共产党，嗯，嘛是可以惊。是啊。所以讲，还是会惊话，所以你就犯罪啊。所以你都唔敢介绍啊。我觉得就是用危险的平台来，不然会惊到，确实是嘛，惊，但是讲是一个好的状态。嗯。人民确实会惊。啊，那无嘞，无用什么款的方法来较好势？无啦，啊，伊只着安尼写讲。就是要让恁会惊伊啊。我只讲会惊，确实是，确实是无法。咱基督徒较袂惊上帝哈。咱基督徒会惊上帝无？哎，廖国栋讲听讲是基督徒，嘿，对无？廖国栋，你唔知影，最近大出名嘞，去即摆去往掠关尔。哎呀，甲迄个苏振清啊，对无？伊啊，伊伊是原住民嘛，伊是原住民的立委嘛，啊，伊也早就出来讲，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啦。嗯、啊？啊嘞？他是很虔诚的，拿钱的基督徒。哦，钱是迄个钱呐、啊。哦，是安尼啊，安尼我听了唔对去。哎，你较好听，哦，啊，基督徒敢真正会惊上帝哈、啊？哎、欸，较少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较惊人啊，较唔惊上帝对吧？啊、哦，对啦，嘿，吼、哦，人去甲咱看嘛，上帝也唔知有伫遐无，无关啊，对吧？啊，你去看吼，迄哪咧做礼拜的时阵吼？那是要刷叮当的时候，拢会趁什么时阵刷叮当？哦，对，有无？就天天拢无买，你刷。啊，所以，啊，其实祈祷是咧甲上帝，咧，哎，对吼，咧甲上帝祈祷唔吼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拄啊上好刷有诶，是，若要做啥物代志，拢爱趁迄个时阵，对吧？咁是，对啦吼。所以即摆基督徒无啥咧，无啥会敬畏上帝，无啥会惊啦吼，因为也看无啊，嘿，也无看。啊，人目睭金咧，甲咱看，哦，嘿，啊，若去用做代志，去用做歹代志，去用掠着啊，拢随知，哦，对无吼？嘿，我想最近即几个用掠入去哭的，即几个嘛无想着讲有即工会用掠入去哭的，因咧做的事啦吼，嘿。哦，迄行情阁袂歹。嘿，行情袂歹，所以哦，啊，所以伊讲这是要互恁敬畏，伊讲这个经验啦吼，迄个讲，因在写这个故事的中间，迄上帝来临在的时阵，安尼变变变变吼，啊，就是讲，互你感觉迄个会震动，还是讲会迄个，互你会惊吓吼。啊，伊讲就是安那，迄目的其实干那，无爱互恁犯罪尔啦，唔是要甲恁安怎啦吼，就是无爱互恁犯罪啊。啊，所以总是吼，这个时阵，这段我都一直想无，一再一再。迄、那个摩西就就近上帝所在的黑暗中，嘿，这个写法足奇怪。嘿，吼、哦，可能迄个时啊呐，嗯，咱来想想讲，迄是一粒山吼、哦，啊，对讲山呐，底下咧冰冰冰冰，迄个所在应该是乌乌啦，对无吼？但是是乌乌嘛，咱足少看到讲晴天霹雳啦吼，晴天。晴天霹雳，迄是啥物？迄是成语尔，咱毋捌看嘛。哦，晴天敢真正好天的真正敢有影会降雷来降降着人？敢捌？咱敢捌看到迄个好天干嘞吼？哎，天足清的，啊，忽然一个雷拢降落来，安尼敢捌看？
啊？捌哦。出日头咧单位哦，无啦，迄是因为这边有云，这边出日头啊，你说个，敢是？啊，出日头是一边出日头，一边乌云，啊，乌云这边咧单啦，出日头迄边无可能单位嘛，敢是？是啊，就是迄个正电加正，嘿。电流释放。哦。啊，你若无云，敢会单位哈？无迄条件吼，嘿，即下来问迄个物理老师，咱遮阁拢无物理老师。嗯、照你讲，毋捌看着，晴天霹雳，迄是成语来即个嘛吼。嘿，啊，通常吼，云啊愈乌愈有可能会降雷嘛吼，愈乌愈有可能降雷啊，所以那迄平平平平迄雷啊，佮呛烟的中间，应该就是安怎？那是袂输安尼，摩西从行对迄个中间去安尼啦。咱像我想象迄个情景，迄粒山可能去互迄个烟雾包围啦吼，啊，乌云密布吼，啊，平平平平安尼吼，啊，雷的声，啊，所以摩西就行对迄个中间去吼。啊，到底摩西行去遐创安尼吼？佮刷落去吼，咱就会看到摩西行入去了后，上帝开始吩咐足济足济的规范啦吼。啊，那这规范呢？听讲是上帝讲的吼，嘿，上帝讲的啦吼。啊，总是吼，这总是伫一般的迄个了解内底吼，这拢属于摩西的律法吼，已经是十条诫啊吼，十条诫，迄是上帝亲自颁布，佮落去，迄就是摩西的律法啦吼。啊，若照迄个耶稣迄个时代吼，因犹太人的讲法就是讲吼。上帝颁布十条诫了后，摩西伫天使的协助下面，才有法度去制定这个律法。吼，这是迄个流行伫保罗耶稣迄个时代的一个讲法。吼，意思就是讲，上帝颁布十条诫，啊，要安怎让人有法度去遵守这十条诫，就爱有搁刷落去，才会摩西的律法来帮助人来遵守，彻底来遵守十条诫。所以基本上就是为着这十条诫伫遐。个扩大解释啦，吼，哎，叫做这十条诫算是母法嘛，吼，是不是？吼，哎，港版国安法了，就爱够施行细则了，哈，哈哈，甲你讲哦，你就爱安怎遵守啦，吼，爱安怎遵守，啊，都有一挂规范。所以呢，咱在一对二十二节来甲看，伊到底有啥物规范呢？吼，啊，总是迄嘛是讲，迄是耶和华讲的呢，吼。讲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按以色列人安尼讲，恁家己看见我对天顶甲恁讲话，恁就唔通做虾米来甲我匹配，唔通为着我家己做金银的像。”哦，所以第一吼，除了我以外，恁唔通别个上帝。第二条就讲啦，唔通甲我，唔通为着家己做像，敢是？哦。爱讲即个毋通家己家己做伤了后呢？伊讲安怎？讲吼，你有听见我对天顶甲恁讲话吼？啊，恁敢若听见尔，恁拢无看到影，对毋对？所以恁安怎？毋好为着家己做伤吼，毋通做甚物伤来讲，这就是上帝，这就是耶和华吼。啊，开始咧呼应即个第二条嘛吼，第二界啦吼。吼，讲毋通用金用银来做神像，即个像拢毋通存在吼，毋通伫上帝面头前存在。过来呢吼，二十四节讲，恁着爱为着我起的祭坛是用啥物？土的祭坛吼，讲用土来起的祭坛，伫顶面用牛羊献做烧祭甲平安祭。既若记伫我的名的所在，我也要伫遐祝福予你。你若为着我起一座石的坛，毋通用擦的石头，因为你伫顶面一个动，一个用工具吼，你就安那就甲伊拍拉散。你上我的坛，毋通用捞，毋通用推吼，免得哦露出你的下体来吼。所以过来呢，伊就是咧讲要安怎限制。要安怎敬拜，要安怎献祭？大圣讲，你会使用啥物来去做？用土啦，哎，啊，这足龙母的做法啦吼，足龙母的吼，哎，啊，那较文明，就爱用啥物？石头嘛吼，石头吼。那么
伊只吼，伊有两种嘞吼，一款是土的坛吼，另外一款是咪石的坛，总是规定讲啊啦，你若要起石的坛，袂使用啊啦，拍过的石啊，袂使用拍过的石啊。意思就是讲啥物？你若捡来石头生做啥物形，你着用遐石头落去贴做一个祭坛安尼啦吼。啊，然后呢，迄、那个祭坛袂使有推啦，吼、哦，袂使有推，惊讲你爬起的时阵啊啦。你私密的部位会凸出来安尼吼，啊，即咱着看到着真奇怪吼。哎，你无感觉即些所在怪怪嘛？哎，吼，是安怎袂使拍照啊？啊，是安怎袂使起腿啊？应该是啦，那照伊也无讲伊做足悬的这段，因为你有推表示迄个这段是啥物，足悬的嘛吼，足悬的位置需要推嘛，敢是？啊，咱也看过吼，是安怎人献祭拢要伫山顶献祭？对，离神较近，啊，佫无够悬，着爱佫安怎？佫跳无较悬，有无？嘿，你有看到迄个南美洲玛雅文化有金字塔有无？咱知影埃及有金字塔嘛吼？埃及的金字塔是啥物？是法老的墓，对不对？总之，你若去到南美洲的时候，南美洲嘛有金字塔。那么伊的塔呢，是有四条楼梯，伊是四角形的吼，四面每一面拢有一个楼梯会当爬起哩。上界顶面就是啥物？就是咧限制的所在。吼、哦，对，啊，这拢爱高度文明才有法度做，吼、哦，迄高度文明才有法度做，就是讲吼，起码伊个建筑爱安怎，爱有够迄个基准嘛，吼、哦，要起厝爱基准呢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所以你若愈低度的文明吼，伊拢搭啥物，搭平啊，布平啦，吼、哦，也是讲遐啦，你若像迄、那个，咱台湾吼、哦，古早台湾，咱这希腊雅的祖先住的是啥物，德公啊厝啊，吼、哦，是。德公啊厝啦吼，嘿，啊听讲德公啊厝有一个好处啦，安怎？迄吼地动吼袂地死人吼，对无？嘿，啊吼大水来，佫会当安怎？佫会当搬厝，迄光厝啦，迄厝会当光咧走，规间厝拢光咧走吼。大水来，规间厝拢光咧走安尼吼，啊唯一的好处啦吼，总是有甚物歹处？迄德公啊厝有甚物歹处？哈，迄北风啦来安怎？拢卷入去吼，迄暗时寒人暗时安怎，足冷啦吼，啊吼有诶无诶拢会安怎，锁入去对无吼，去甲你做伴嘛，咁是伊都有香哩吼，啊若为着要好，来即摆过来就较文明一丝啦吼，诶，即德公啊厝开始会安怎，会晓甲糊土起哩对无，啊土若糊起，有法度搬厝无？诶，袂搬起来啦吼，迄个袂搬起来，诶，过来个甲渐个愈大愈舒适吼。诶，过后迄个啥物，就开始会晓烧砖啊，敢是？吼、哦，开始会晓烧砖啦吼。啊，砖啊烧了吼，哇，佫用迄个啥物？古早佫用啥物？竹米佮石灰滚的吼，一堆堆的啊，佮粘起来吼。诶，敢像咱即摆阿门土安尼吼，因为古早也无阿门土嘛吼，得竹米煎石灰安尼吼。嘿，所以咱迄个标里遐有一个叫啥物？糯米桥哦，吓，古早有遐迄个建筑嘛吼。啊，后来安怎？到尾后人咧做这步的，无啊啦，因为有啥物？有红门土，对不对？是安怎叫做红门土？什么土啦？叫做红门土，迄番仔在用的叫做红门土吼。嘿，红门在用的土啦，红门番在用的土啦吼。啊，因在用的火叫做啥物？叫做番仔火嘛。因在用的油叫做番仔油嘛吼。嘿，啊，讲结果咱即马大家拢反起啊吼。嘿，咱即马大家拢用伊的物件吼。嘿，吼、哦，咱感觉翻较好啦，嘿，啊，所以渐渐文明，你知影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建筑的文明是安怎，一直在进展的嘛吼、哦，所以你有法度去起迄、那个安尼有推起哩的塔是安怎，迄是较文明是较悬的，吼、哦，啊是安怎，伊在禁止你做。起价免推，嘿，
伊无互你想我上帝，要，那是，所以啊，叫你甲上帝保持距离，出安全，唔好想我，是安尼。爱谁人不爱，让你起管。谁人不爱，让你起管。啊？迄不是限制的重点哦。哎，总是你来看吼，人咧想象就是吼，无够悬，还甲起好悬起，安尼较会我上帝。对咯，是来个前提。嗯。啊，我是我个人的想法，我爱咱用作者的经验去起这个。啊，是安怎要让所罗门去起经圣殿？所以所罗门犯罪对吧？嗯。好，这有可能啊！你拄仔讲迄个原因，足有可能的啊！是安怎讲足有可能？因为吼。当你高度的文明起来，你要大型的建筑，一定要用足侪路材，对不对？用足侪路工啦，吼。啊，是讲你像中国的历史内底，伊若是要有大型的建设，国家要有大的建设的时候，拢一定爱怎啊？爱征用遮的民夫嘛，吼。就是用征用遮的壮丁去怎啊去做嘛，吼。唔造迄个什么，边界门边疆路靠岛万里长城，迄个故事，对不对？啊！你故事当然是假的啦，迄无可能是真的啦。嗯，哦，啊，总是吼，就是，你不管过一个文明，若是要有遮尼大型的建筑，要展现你的高度的文明的时候，一定会使用足侪啥物炉工，吼、哦，即款的炉工，即点真有可能啦，吼、哦，真有可能。总是吼，我咧想，还佫有另外一个可能性，就是安怎？这个高度文明的帝国不是以色列所要学习的对象、以色列对埃及出来，上帝跟摩西都阻挡他们回到埃及，就是怎样，不要让他们去建设一个国家亲像埃及一样、那才是说不能回到埃及，不阻挡他们回到埃及的要紧的意义。所以呢，连这个起祭坛这个东西，他们也不要让他们怎样啦，无爱让因去模仿遮个文明个作为吼，嘿，遮个就是，那像讲，咱其实吼，咱若读圣经个时阵，遮个摩西律法内底有足济禁令，之所以定伫迄个所在，其实足大个一个目的，就是无爱让因甲迦南人同款，无爱让因甲埃及人同款，好，足济拢是安怎，因有咧做，所以安怎。咱不爱做，所以用安尼来做分别啦，所以这个分别呢，就是要防止内底人讲较深的意义，就是讲要防止遮的意识咧有一天变作啥物，变作亲像遮的帝国像一块，变作是有伫中间会有压制，会有遮的剥削的情形发生啦，吼，所以因就是安那，袂使去建设一个，袂使亲像遮的。埃及人同款，也袂使亲像即个迦南人同款，所以因你知拆即个上界，咱若去平湖吼，咱若去平湖吼，咱会看到迄个墙啊吼，迄墙啊是用啥物贴的？老古石啊贴的对无？啊，迄老古石啊贴的是因敢有在甲拆，无啦，因拢捡来就是甲贴的。迄贴石头的师傅，就要用照伊的原型安尼。一个啊，甲贴起来吼，嘿啦！啊，到底是迄款的石墙较硬，还是迄个拍石装了后落去贴起来的石墙较硬？过一种会较硬，拍过的，佮粘起来迄个较硬。所以城墙，敢有人讲城墙吼？你看迄大城吼，城墙敢有人用老古石啊咧贴？嘿，无啦。那是民间的防卫，才用老古石在贴尔啦。哦，迄个城墙，所以你就知影讲有拍石啊，这是原来是一款的文明呢。哦，嘛是一款的文明啊。所以听起来吼，有当时啊，圣经互你听起来，敢那是不哩啊反对文明呢？嘿，唔是反对迄个
较早玉正迄个牧师啦，较早玉正迄个牧师叫张文明，咱毋是咧反对伊啦吼，是反对即个科技甲文明吼。嘿，伊敢若对即个物件真无赞成吼。啊，所以咱有阵时啊伫圣经内底咧，嘛会看到伊反多次，吼城市伊嘛会反吼。就是讲，伫内底伊敢若无真赞成即款城市的生活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所以呢，伊这个所在呢，第一个就是讲，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咧讲，你若要敬拜的时阵，爱安怎敬拜，就是袂使刻像，袂使用任何的物来批评上帝，吼、哦，袂使做任何的像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去到伫圣殿内底安怎，啊，拢无像吼，哎、哦，看你康熙，康熙呗，哎，会啦吼。哦我唔知咱基督徒一摆礼拜堂了会康熙康熙未吼？哎，你若去比较迄个天主教的圣堂吼，哎，天主教的圣堂加足丰富的对无吼？嘿，啊，伊的装饰加足精彩吼，无起码嘛彩色玻璃，吼，电迄光线照入来安怎？嘿，迄光光线安尼暗暗安尼吼，啊，佫有无同款的色，啊，互你感觉安尼，哎，这气氛非常的。诶，庄严，你入去到内底，就表示讲啊，你都要安静安尼吼。嘿，啊无呢吼，逐项拢无，袂使讲吼，袂使批评上帝。啊，再来呢，祭坛吼，祭坛诶起法吼，袂使去模仿遮诶高文明诶族群因所咧做诶作为吼。啊，这是第一个部分吼，第二个部分呢，二十一章一个开始，第二个部分呢。一个开始吼，敬拜上帝了吼，佫落去要处理的是甚物？敬拜上帝了，佫落去要处理，竟然是奴才呢？嗯，啊，而且吼，佫是甚物？是希伯来的奴才，吼，希伯来人的奴才，就是讲因家己安怎共血缘的啦。哎、欸，奇怪，照你讲吼，一个用奴才打造出来的一个。群体，那后来发展到佫家己有奴才啊？奴才好用。哎，啊，恁较早拢做奴才呢？恁较早恁做奴才呢？啊，即摆出来了，安怎？哇，恁互别人做奴才？啊，佮予家己的人做奴才，对无？安尼敢对？嗯，啊，敢若圣经嘛无反对有奴才啊？哦。圣经敢有反对奴才，所以迄阵当时美国咧南北战争的时吼，南北战争的时北边讲安怎，袂使饲恶奴嘛，敢是？哦，袂使甲人当作奴才，然后，所以南方的吼，这边南方这边拢认为讲安怎，爱继续用奴才嘛，啊，所以人因一个足要紧的理由就是讲安怎，圣经拢无禁讲袂使用奴才。对吧？对吧？啊，这个理由好不？圣经都搬出来啊！啊，都怎样？圣经佫有奴才的条例啊！吼、哦！啊，佫毋是讲用外国人做奴才，迄用外国人做奴才佫差一开，佫毋是呢？佫有咱，佫有家己的人的奴才呢？你讲内底奴才有白人做奴才啊？诶，假设黑人换做白人，换黑人做主人，换白人做奴才。咱先卖去咯，就是讲，伊南方所有遐咧种植遐奴隶拢是白人。安尼话，迄个南方敢用阮奴才做？对。
这无法度实验的嘛，无法度纠正的，吼、哦。无，即嘛是讲奴才制度会使存在袂？啊？伫人类的社会内底，敢会使有奴才制度？袂使。无，毋是用奴隶换食物啊？奴才毋是奴隶换食物，迄奴才制度是讲内面有一群人，有一个阶级的人，伊袂当享受人的地位啦。无人管，无啊！即嘛是讲无战争的事啦，无战争的事，人类的社会内底敢会使有奴才？原来古早的社会讲 OK 嘛，对无吼？足正常诶，本来就是爱有奴才，啊，无遐侪工课啥物做？啊，对无？就无遐侪工课啥物做啦？咱趁。汉人的文化里面也是有奴才啊，有啊，有奴才。啊？苦劳啊，佮奴才佮无啥共，迄长工佮奴才无共。长工伊是自由身呐，伊自由人呢，啊，总是奴才的，毋是奴才，是主人的财产。所以奴才伫古代社会内底，敢若无法度无呢吼。提供劳力的对象，哦，即即嘛叫做劳工。我嘛会使走啦吼，嗯，伫今仔日诶世界内底，嗯，其实抑阁有真侪亲像奴才像即款诶人活伫即个世间啦吼。比如讲伫非洲有一寡囡仔装即个互叫去互买卖吼，即嘛世界抑阁有咧买卖人口咧吼。不管是即个查某囡仔吼，袂去做性个工具，也是讲迄囡仔仔吼，袂去挽可可啊吼，迄挽可可啊，就是要做巧克力嘛吼，去挽可可啊，迄拢有拢有恁嗲囡仔去咧卖吼，嘿，啊，所以即款个卖去个即个部分呢，即嘛是等于就是奴才个囡仔吼，啊，因伫迄个吼卖去了后，伫遐做个工课嘛是无做袂使。就是讲，伊若要做，去用修理去看嘞吼。啊，所以其实这款奴才吼，的使用，甲今仔日的世界内面，敢若也未完全消失啊，嘛是拢还阁有啦，吼，拢还阁存在。可见吼，人足爱吼，去用迄个免钱的工人吼，也是。特别迄款大量的劳力所需要的迄个行业吼，拢足爱去用迄个啥物，上好免去出钱吼，免迄落，啊，所以就拢会去买，吼，买遐个囡仔啦，种个遐无抵抗能力个，无法度甲你反抗的遐个人来从事这个事啦吼。那么伫古早呢，这个奴才制度吼，通常吼，因为奴才是会当买卖，吼，会当买卖，所以呢。啊，大部分的奴才的来源是战争，吼、哦，台苏的迄边，吼、哦，
互人袂去滴落在。那过来无就是送香，吼、哦，送甲拢总袂好啊，所以就安那开始袂对囝开始袂起，吼、哦，还袂袂咧吼，这下尾连某连家己拢袂袂掉吼，啊无都袂挖，啊起码啦去挖人迄主人的厝内，还佫有物件通食，吼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伊这个所在二十一章一个开始，这个所在就是在讲什么？希伯来人的奴才，吼、哦，你希伯来人的奴隶，就是讲伊有希伯来血统的吼、哦。啊，那是迄个呢，关系迄个外邦人的奴隶吼，迄伫利未记还佫有另外记载啦吼、哦，关系外邦人奴隶。伊这个所在完全拢干阿在讲起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希伯来人的血统变作奴隶，即个部分安尼来定吼。所以就一章一个开始讲，你伫百姓的面前爱立的典章是这吼、個，就赶快就讲典章啦吼。啊，即、這个典章其实呢吼，即、這个典章即个字就是足侪意思吼。啊，有公义，也有审判，也有管理吼，等等，即个意思拢总有吼。即、這个字古用。诶，律法册内底逐节咧出现啦吼。那么，伊这个典章的第一个部分吼，就是这个希伯来人的奴才吼。咱看第二十一个开始，伊讲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才，伊爱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伊会通自由白白出去。吼，啊，这小看有啥物安息年迄款的概念对吧吼？安息年的概念，所以伊讲安那卖身吼，干来当白偌久？卖六年尔，哈，卖六年尔。第七年就爱让伊离开。伊若家己一个来，就通家己一个去。伊若有某，伊的某就通甲伊做伙出去。若是伊的主人甲伊娶某，某甲伊生囝，还是查某囝，某甲囝子吼，甲查某囝拢爱归予主人，伊干来当家己出去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毋知啥物理由吼。就是爱做奴才才有某啦吼，啊啦，甲要做自由的人，某迄因为某嘛是主人的嘛吼，啊生的囝嘛主人的，啊这看起来咱亲像啥？看起来咱像咱咧饲宠物有无？吼，啊咱咧饲迄狗啊吼，有个人爱饲公的，有个爱饲母的，对不对？啊饲母的是为着要创啥？要生嘛，要生生狗仔囝，通卖啦，是讲通送人，还是讲安怎？伊就是要互团，敢是？啊，所以通常是安那，哎，咱两只交配了的时候，那狗仔囝拢是谁的？狗仔囝当然是狗仔母的主人的嘛，吼，敢是？吼，啊，这看起来有像咱咧饲狗，吼，哎，所以你就用饲狗啊，还是饲猫吼？这款饲宠物这款的想法来想就想有啊啦。吼、哦，是安那规定安尼啦吼，哎、哦欸，是啊，这就是讲，伊就是伊的所有权嘛吼，伊、哦、的财产啊、哦，所有权。哦，啊，讲哦，伊那是安那，这个主人吼、哦，哎，伊那要离开吼、哦，这个主人爱何伊离开呢吼？甲、哦、第五则讲，那是这个奴仆明讲吼，讲、哦、明，我听我的主人甲我的某囝，哦，无要管伊自由出去。伊个主人就爱带伊到审判官遐，也是讲到上帝遐，佮带伊到门前，挖着门坑，用擦啊擦伊个耳孔，伊就永远服侍主人。吼、哦，意思讲爱做一个甚物？做一个记号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记号吼，这个记号佮做伫耳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嘛查某人吼，挂耳钩吼，其实就是要做奴才啦。吼、哦。哈哈哈！啊哦，即马查某人唔是干查某人挂呢啊，即马去包括啥？嘿，查甫嘛足济拢在挂嘞吼，哎、哦，就是讲好好人唔做爱做奴才吼，哎，啊无就挂一个手铐啊，好好人唔做爱手铐拢啊铐伫遐嘞吼。嗯，啊是啊，插者吼，可见古早吼插耳啊，就表示啥物？就表示伊的身份。好、哦，就表示伊的身份。那、啊、伫这个情境的内底呢，伊就是永远要做这个主人的奴才，吼、哦，无要阁离开，吼、哦，一世人无要阁离开。所以讲，带去对呢，带去上帝的面前，带去审判官的面前。那、啊、上帝甲审判官的面前，吼、哦，应该是是啥物？阁应许的时阵啦，无一定有圣殿啦，吼、哦，嘿，可能就是吼、哦，去带去甲伫迄个一个。
上帝的名吼，和纪念的所在吼。咱知影上界早吼，伫以色列人因咧住的所在吼，因咧敬拜毋是干呐去耶路撒冷尔吼，迄耶路撒冷的敬拜是后来因为大卫建都建伫迄个所在，所罗门佮将甚物圣殿囥起伫迄个所在，后来迄个真侪，后来佮伫迄个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的时阵吼，较集中敬拜伫遐，甲所有境内的山头段拢总毁坏，吼、哦、山头段拢毁坏。啊，啥拢遐侪山头段？迄意思就是安那，有足侪神圣的点吼，拢是故事的内面妖化显现的所在，还是讲有啥物？有甚物神出现的所在，还是有甚物特别发生甚物代志的所在啦吼？啊，上界出名的亲像甚物？亲像彼得利吼，亲像示剑吼，啊，这个所在吼，啊，这个彼得利啦、示剑这个所在，拢是安那？拢从古早以来，都拢有这段伫迄个所在，嘛有这诗会伫迄个所在吼，诶，伫遐创啊？底下替百姓来献祭吼，啊，这拢是属于这个神圣的点。好来啊，真有可能伊就是爱去到底这个神圣的所在吼，啊，然后底下有作证，吼，后者审判官吼，啊，这审判官来给你作证，有影吼，你就是这个议员，啊，所以就带去门徛的所在，吼，啊，唔就是安来挖门徛吼，可能安尼吼，耳啊挖遐安尼，插袂较好插个管啊，是安怎？点呢？安尼啊，其实蛮便的，迄个带去树仔边就好啊。万二的香树，插一下就好啊，那都一定要去门徛。嗯，是不是？啊，小弟，你敢知影门徛希伯来文吼做啥？阿门。因为希腊文内底阿门就是讲真诶啦，吼、哦，就是真诶，吼、哦，所以上耶稣也特别咧讲吼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我真正甲恁讲吼，一定是用啥物阿门阿门，一定讲两解阿门，伊讲实实在在，一定讲阿门阿门，那个福音，就是安那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吼、哦，嘿，所以阿门的意思是真诶啦，吼、哦，就是真诶，啊吼。希伯来人在讲门徛吼，嘛是啊叫阿门的，迄个吼门徛若倒去，发生啥物代志？迄叫做倒霉，对不？门楣倒掉了嘛，吼，是不是？迄门楣啦，迄门坑、门徛，迄徛啦，去要倒去，就表示啥物？叫做倒霉，吼，就是安那，这个厝边啦，这个家庭边啦。要拜啊啦，吼、哦，迄倒霉就是要拜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门厅会当徛条，就是靠什么？靠门徛，对不对？迄、那个门之所以正做门，就是靠门徛，所以爱徛在的意思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唔知啥啦，但一定爱去门徛遐去甲讲一下吼，甲插一下吼，后伊做记号吼。嗯，啊，就是伊都安尼规定的吼、哦。啊，我想讲这可能。这可能伊有真坚定的意思的款啦吼，因为迄徛在的意思吼，门徛有迄个徛在的意思，就是坚定的意思吼。来，总是吼，以上所规定的拢总是查甫的，吼、哦，哎，奴才吼要规范嘛是爱规范查甫的，甲查某的无同。这个男女分别的年代吼，各项拢无同吼。以上所讲的是咧讲查甫的奴才，啊，查某的咧，哦，就无同啊吼，这查某就无同啊吼。伊讲第七节讲，人若被查某囝做女查某囝吼，查某囝袂当亲像查甫奴才安尼出去，就是讲啊啦，查甫奴才做六年了，伊就会当自由离开，对无？啊，查某的，无啦，吼、哦，
安尼有公平无？啊，无公平呢？讲主人若选定依归家己，意思就讲甲占起来做啥物？做陪困的啦，吼，嘛无做某啦，查某囡仔无可能做某啦，吼，结果是做啥物？做妾啦，吼，嘛无感觉是做妾的程度呢，嘛无呢，吼。你会记你阿公吼，娶两个某，佮趁两个查某囡仔有无？趁两个查某囡仔吼。啊，拢总生十二个囝嘛，吼，就是安尼吼。所以迄个伊讲，那十这个主人呢，那选到这个女婢，就是讲这个查某囡仔吼，来陪伴伊的时阵呢，吼，啊，那无喜欢伊，就爱予伊赎身离开，吼，就是讲啊，看看咧吼，无趣味啊，吼，啊，袂使甲老，袂使讲啊，你今仔来陪主人，啊，然后呐，啊，无趣味啊，总甲你搁啊拍转去做查某囡仔，袂使。一定要让他离开，齁，一定要离开。主人既然用开闸对待他，就没有官兵卖给外邦人，不能卖给他，不能黑白卖别人，齁，就是要让他离开，齁。啊，如果是主人呢，为着自己的孩子选一个女孩，齁，选一个女孩，齁，啊，这都是在换主人的啦，对啦吼，得甲有配有哦烧的迄款嘞，就袂当讲是某啦，袂当讲是某。然后呢，就爱看伊亲像家己的查某囝，吼，就讲你若讲选起来要互你家己的囝的时阵呢，当作查某囝。若是佫另外娶，哦，那么这个查某囡仔的食食、伊的衫呢，佮伊的这个性吼，拢总爱甲伊攻击，吼，就是讲啦。你袂使讲娶一个某了后，安怎？即个查某囡仔总甲踢去边啊！吼，你嘛爱互伊食，爱互伊穿，爱佫甲伊困，吼，袂使甲放咧互伊安怎？底下讲吼，这古早啊，伫皇宫内底叫做啥物？拍入冷宫，吼，讲袂使安尼啦，吼。嘿，啊，即嘛是算了，佫有一挂人权的吼。那无愿意行这三项，伊就唔免用任何的钱赎，会当白白出去吼，会当变作自由啦吼，会当变作自由。好，这你去看吼，干那老宅的规范吼，爱分做啥物？男的甲女的，吼，男的甲女的，无同款的吼，命运就是无同款吼。啊，所以吼，圣经的世界内面吼。啊，咱就看到吼，即个查某人真正是有够可怜吼，啊，总是无法当的吼，迄个时代就是安尼吼，也袂当安怎真吼。好，啊，即就是关系奴隶的部分吼，啊，有分做安尼吼，啊，有分做足侪款的情形吼，啊，你看到即个情形，伊就是咱即个作成咱台湾的咱即摆现代的法律内底的民法安尼吼。有过来看行，啊，那是安怎的时阵，就爱安怎；那是安怎的时阵，就爱安怎安尼吼。这款的条例啦，吼，嗯。过落去呢，十二节甲十七节吼，得改规范什么？规范死刑。哦，因的死刑拢是创啊，用石头钉好死。好。因的死刑拢是用石头钉吼，啊，有甚物情形爱甲死刑呢？讲拍人吼，拍死人啊，吼，拍人人拍死安尼，就爱安怎？爱用石头甲钉吼。总是吼，即款头前即个讲十条街内底有一个叫做毋通杀人，敢是？哦，啊，毋通杀人，迄个情形真复杂嘞吼。杀人有足侪情形嘛吼，嘿。来，啊，十三节讲安怎？人若毋是埋伏伫遐咧杀人吼，就是讲毋是，叫做啥物预谋吼，吼，伊毋是预谋的啦吼，毋是预谋是安怎，就是上帝交迄个人伫伊的手啦吼，意思就是安怎，失手还是讲意外吼，甲拍死去的，安尼要安怎，我就设一个所在，伊通逃走去遐，吼，伊通逃走去遐，啊，这就是后来吼，咱来看后面。诶，所在有出现一个叫做“刀城”这个概念，吼，“刀城”，吼，就是有设几个城吼，
然后安怎？无说是害死人诶，伊若有法度走入去家己城迄个城诶内面，就会当安怎得到我，吼、哦、受到迄个城诶保护吼、哦。啊，人迄、那个要甲追杀诶人，袂使搁甲伊。个家己堆杀安尼吼，伊会当伫迄个城内底得到保护安尼，所以这个所在就是讲啊，意外杀人的啦，吼、哦、意外吼，啊，唔是顺，唔是有无的吼。总是吼，人那是用诡计杀伊的厝边，就是都走到我的这段遐，也得爱甲掠去安怎，爱甲掠去处死，吼、哦，爱甲掠去处死。意思就讲啊，那无杀的啊，那无杀的无效，你阁走一个这段，阁摸底下，买个了来，阁结了死就对了吼。哎，所以唯一有可能唔免受着刑罚的，会当走一个伫刀城的，干那迄个叫做哈那意外，吼、哦、意外吼，唔是无杀的吼。过、哦、来呢吼，阁、哦、一款呢吼，十五再讲啊，那怕爸母的安怎？哦，一定爱甲结落死吼！啊吼、哦，十七在讲啥？骂爸母的嘛安怎？唯一死刑啦吼！哈、哦，所以这吼、哦、全世界可能你甲看到的法律吼、哦，可能加圣经内底有这款的法律啦，定拍爸母、骂爸母的拢安怎？唯一死刑吼，敢、哦、是？对，无啥物通好争论啦，嘿，这就是拍，咱就是攻击，吼，攻击就是拍嘛，吼，啊骂，嘿，吼骂，哎，你讲，伊讲伊爱阿哪尊严你的爸母嘛，啊骂是一款啥物？骂唔是啦，迄是家，迄是一款的，咱讲做 humiliation， 就是讲家伊啊啦，英文老师 humiliation 啊，讲羞辱啦。吼、哦，迄就是一款的羞辱啦，吼骂吼，咒骂这款骂就是一款羞辱嘛，你骂人就是一个羞辱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袂当让你的爸母地搞受到迄个羞辱吼，嘿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伊这个所在，可能你若变所有全世界的法律的内底，可能敢圣经内面有款骂爸母爱处死的，敢是？哦，可能唔捌看嘛吼。哦哦，啊，吵架无要紧，啊，骂无同呢。吵架一定会公开了的。啊，当然，我们会讲，不会讲超难听的话，但是还是会讲难听的话。嗯，那你爱聊去用石头顶哦。公掉就刷了，几乎啦。哦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。哎，那你冤家啊，是嘛？你死到我后尾转来。啊，那我叫我妈妈听我讲啊，这。没这哩，啊，家仔无死哩，我靠，佫拢佫有转来。伊即款的咒骂，就是讲即款的，就是讲讲咒啦，咒啦。咒啦嗯、台湾人其实台湾人在烧麦，其实足好用，足好咒咒呢。嗯，足好咒咒。拢无钱吼，上帝拢无叫安尼应允。加载啦吼。唔过吼，我是讲，即、這个拍爸母、咒诅爸母即款的定伫法律内底，敢那啊个唯一死刑的，敢那唔捌看吼、嗯。中华民国嘛无安尼嘛吼，中华民国的法律嘛无规定讲袂使骂爸母嘛。
打父母当然那是伤害罪，那叫做家暴啦。吼、哦，那在厝里发生的暴力拢叫做家暴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家暴嘛未死刑啊。哎，家暴来死刑，今台湾一半十波人死啊。啊。不管有背景无背景，就是讲，对，都有行为啊，嘿，嗯，好，啊无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唯一死刑内底，佫有一个叫做甚物呢？讲甲人拐去卖啦，拐人去卖，诶，贩卖人口为那唯一死刑呢，嗯。把人拐去卖。嗯。无啊，拐人，把人拐去卖。啊，就是这无算奴才嘛吼，把人拐去卖无算奴才，迄是啥物？奴才嘛是会买卖一对无？都是奴才，无是这条内底哦。迄是讲拐人去卖，毋是拐奴才去卖。有甚物方会被做去做奴才？有几项呢？吼，有几项会去皇帝去做奴才？吼，还是讲奴才的来源？还是讲去别来人做奴才的来源？有几个？就是讲去予人爸上乡的爸母甲你卖掉，还是讲你家己甲家己卖掉？吼，这是就是上乡卖嘛？吼，另外一款的呢，就是吼做贼去皇帝钓的嘛，去皇帝做奴才啦。吼，做贼的啊，皇帝钓嘛，来做奴才。啊、所以这个奴才伊买卖无算伫即内底咧，这掠人去买，就是毋是讲伊本身就毋是奴才，而是讲伊非自愿吼，就是讲你靠一个人离开伊家己应该爱住、伊应该生活的所在，你家带离开迄个所在，毋是伫个自由意志下面，你家带离开迄个所在，啊，然后咧伫遐家吼买卖，啊，这个就是安怎讲，这嘛是死刑。嗯，恁还无这条，恁还无这条，恁若有这条就死啊、嗯！所以你无看，所以你也看，因看到看到约瑟的时代，惊到屁屁抓，嘿，啊，无啦，恁无这条啦，嘿，所以无遵守，嘿，哎，未当溯及既往啊，啊。无啊，这若是会当溯及既往，咱这公司法遐就免抓去关啊。嘿，啊？奴才身份哦，就是已经奴才啊。啊，伊马上卖人，甲讲伊就是奴才。啊？卖人认定他就是。无，伊本身你卖奴才，就是讲你做贼。去用抓到，吼、哦、啊！啊，因为你无法度行你家己，就是无法度迄、那个啊，所以让人即、這个伊刑法就是让人变，让人袂做奴才。这是有迄个通，就是讲伊啊，佮另外一个就是你家己自愿买卖。当然，咱在讲迄个买奴才、买卖，应该就是在讲的，迄是叫指许别来人啊。吼、哦，即嘛在讲的许别来人，即咪那毋是外邦人，佮外邦人迄个另外一款的一个情景，就佮即个条例都无关系啊。吼、哦，外邦人的处理都佮即个都无关系啊。啊，即嘛伊即个所在呢，伊在讲啊呐，讲拐带人口，我想伊即个基本上无在指外邦人。无咧指外邦人，当干来咧指这些指因以色列内底本身的人。嗯，我唔知影因到底迄当时奴才敢有拢，敢有一个身份证讲你就是奴才安尼。
嘿，我唔知啊，这个我都唔知啊，无清楚到底因当然是有啥物会当证明讲这个人就是老在嘿。啊，这个环境可能是迄个当下是那个主人说了算。嘛，有迄个可能啦，嗯。总是吼，伊这就是讲，伊这个死刑无几项呢吼，死刑就是讲超过伊杀死人的，超过伊拍死人的死刑。然后佫有啥物死刑？骂爸骂母的死刑，拍老爸老母的死刑。佫来就是啥物？就是迄、那个，就是将人拐走去甲卖卖，甲讲卖掉，迄款的爱死刑吼。我讲听就是，拐走。嗯。用计无？用掠。用掠吼，通常都是战争的中间才会掠，因为一般以色列人袂得去掠以色列人啊。啊，这，伊，咱若对伊这四个唯一的死刑来甲看的时阵吼，其实伊这四个死刑，嘛无，就是除了咧爸母迄个甲揢掉以外，然后爸母迄时也是足奇怪吼，揢掉，哎，怪人买袂进口，这嘛足少有死刑的咧，吼，这嘛足少有死刑的，啊，杀人这有死刑，这当然有啦吼，所以你看。在以色列的这些规范，圣经内底规范的内底吼，诶、欸，这个改变人的尊严吼，这是一款死罪呢。好、哦，改变人的尊严，这是一款的死罪啊、哦。所以，伊这个老爸老母，你袂使甲救助吼，你敢会当甲尊严，啊，你袂使甲伊救助这个。啊，你若犯有犯这个，就是干呐死罪，所以伊这個死罪不哩遐奇怪啦。吼、哦，咱若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讲，那这个物件是死罪吼。外国啊，应该是好战机的。嘛无完全死嘞，嘿，嘛无完全死，因为老宅都无基本人权了嘛吼，伊头前就甲你规范了老宅。就无啥物基本人权啊，所以伊这个所在就是讲，伊原底是一个人，啊，你改改变，吼，伊变做啥物？改变伊的身份，伊会当变做会当买卖的商品，这款的就是。啊，你奴才就是啊，你奴才就是有观音真做奴才，对吧？你家己卖掉，你的爸母甲你卖掉，还是讲你做菜去用掠着，还是你家己甲家己卖掉？吼，啊，这款的就是讲，这款的物件，你。家己，也是讲是你的爸母主意，啊来改变你的迄个什么，你的地位，这款的伊都无死刑。总是伊那是唔是自愿的，你用计谋，也是讲用方法，底下改改变伊这个地位，变做一个买商品的时阵，就变做死刑。啊，爸母这是个另外，这爸母都十条街内底迄条藏伫遐，咱才有法度去理解嘛吼。那无十条街迄条，就爱尊严你的爸母这条，咱就足困难去读讲，是安怎拍爸母啦、骂爸母啦，这个是唯一的死刑。过落去就是迄、那个。财产的损失，吼，财产的损失，也是讲迄个身躯的损伤，吼，啊，这个部分咱后礼拜咱再过来继续啦，吼，啊，身躯的损伤，上个大的原则就是啥物？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吼，就是这就是上大的一个原则啦，吼，啊，财物的损伤，吼，哎，就是你讲拍歹啥物，都爱用啥物赔人安尼，吼，就稍微是安尼，吼。啊，这拢是足粗浅，也是讲足原始的一款的法律的规范啦，吼。因为，比如讲，一个人的目睭去予另外一个人拍歹去，然后法官要求你共拍歹一粒目睭的人，嘛要画一粒目睭起来行人，吼。啊，总变作两个人拢安那，拢一粒目睭受伤，吼。啊，这有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讲，
两粒目睭有共价值无？吼、哦，啊，损伤已经袂当，第二个就是讲损伤一定袂当复原，你佫损伤另外一粒目睭有伊个利益无？是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个目睭甲我个目睭敢有共款价值？吼、哦，敢若无吼？诶、哦，一个电影明星个一粒目睭吼。甲一个迄、那个一个街一个伫迄个外口咧流浪的人的一粒目睭，可能价值无同嘛吼，也是，吼、哦，会当创造的经济效益无同，所以一粒赔一粒，敢那，敢是叫做公平啦吼，还是讲敢是公义吼，啊，总是上过早的所有的。文化的内面上界早的使用，感觉会公平的拢是甚物？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吼、哦，就是迄个同款的地位啦，吼、哦，同款的物件爱相陪吼。即、哦、上界早拢是用安尼咧思想公义，后来人咧伫迄个公义甲公平，因为加入迄个经济价值了后吼，有无同款的思考吼？即、哦、阵后礼拜咱再过来继续吼、哦。好，刚好先问题。唔过落去有足长的时间，拢爱去处理这个民法的问题。呵呵呵，圣经拢在讲民法呢，甲刑法呢。总是吼、哦，上帝有，即作者有伫表明上帝的价值，总是伫人的社会内底有迄款，不得已的状态。比如讲，上帝感觉人拢共款，对吧吼？讲上帝讲来啊，咱照咱的形象来做人，伊就做照伊的形象做男做女。总是做到尾啊，伊甲这群人对奴才佫甲揪倒出来。拯救这段伊的选民，搁啊拯救出来先，选民内底搁家己有路在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着足讽刺的有一项物件，啊，都是敢那嘛无法度完全消毒，伫迄个以色列的社会内底，嘛无法度完全消毒路在咧，吼、哦。所以，人类永远无法度消毒的。所以，这着、就是安尼看起来吼。咱有足侪不得已啦吼，哈，啊，系必要之恶，啊，总是上帝敢那，嘛敢那默许嘞吼，啊，嗯，伊嘛佮敢有咧期待咱来改变，总是敢那嘛改变袂行吼，嘿，这。咱下当后礼拜阁继续来讨论看卖吼，嘿，啊，这奇怪，这上帝爱人安尼做，爱人无法度安尼做的时，啊，上帝嘛，敢那也无足积极的作为吼，敢是？嘿，也袂出来单对讲哦，也无甲咱退火山对咱迄个对咱岩旁的咸水溪种崩出来安尼吼，嘛无咧，嗯，哎呀，所以吼，即话当下想想来讲，哎，讲到底上帝想，到底上帝是安怎在想吼？啊，对人最恶最毒，上帝到底安怎在想吼？嗯，有阵时还敢那真默许啦吼，就是讲咱点点啊，记载伊去，记载人去变安尼吼。啊，即就是一个在受气，有阵时人在受气，就是安尼受气的啦吼。哎，啊，即。这个阿爸的吼，诶，也拢无受着刑罚啦，嗯，吼、哦，哎嘛继续阿爸吼，诶、哦，啊个阿爸愈有班，诶，诶，愈来愈惯习啊咧吼，嗯，啊，这是诶吼，咱有当时啊想想嘛真无奈，嘿，啊想有当时啊搁想想讲，刚才上帝是安尼吼。所以当咱家己在阿爸的时候，无去予上帝跌着，咱有阵时也嘛足阿爸的吼，嘿，
咱拢感觉中国对咱足阿爸对无？嗯，啊，你有感觉咱台湾人对这个外劳嘛足阿爸？嗯，是不是？好、哦，啊，所以有当时也想想咧，就讲苦啦，加在上帝还阁足吞论啊，所以咱今仔日还阁活伫遮安尼，无因为咱的阿爸一下就叫上帝甲恁开起来。所以咱拢期待上帝对别人显明咱所认为的公义，毋忘上帝对咱是充满怜悯慈悲。这就是人。咱就对，公义留予别人，慈悲留予家己。嘿，好，咱做来祈祷。祝阮感谢你，予阮会当对你的话语的中间啊来思想做做，总是虽然阮的才华有限，阮也一时的阮真困难，会当完全来理解。祝阮伫你话语的中间，阮认真来敲锤，也求助你来祝福，也予阮通过你的话语啊，阮搁一遍伫分享的中间啊来得到建立。也愿阮的反省会当来真侪阮奔走啊，你的道路的动力。感谢你，予阮有同伴会当做伙来分享查课，也恳求你来继续持分守护伫阮的中间。啊，阮常时也要为着阮要倒转去的脚步，为着阮今晚要休困，为着阮明仔日的路站，留阮袂仰望伫你的双手。愿你继续你的稳定来带领阮头前的路站，也继续保守阮的台湾。也恳求主祢来医治这个受到武汉的肺炎创伤的世界，愿将这些事仰望在祢的圣手的中间，愿主祢照祢善良水的旨意来成就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